这个师傅很认真，我都想要请他帮我装修房子了。你有听到吗？今天星期一开工日，楼下继续在施工了，耶、yeah!！你知道耳塞式耳机什么时候最好用吗？就是楼下在施工的时候。哦，还有另外一个时机点还蛮好用的，就是你老板在念你的时候。Later。现在时间是晚上6:30，楼下的师傅还在装修。哇，这个师傅很认真，我都想要请他帮我装修房子了。我决定。来运动了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运动吗？因为要多吃两碗饭啊！今天的晚餐急速咖喱鸡，日式的哦。OK。哦，夏天运动真的很爆汗。好，我们把刚刚所流失的能量都把它补回来啦。真的有肌肉块，可以，非常可以。好，我们第7天的居家隔离也在这一碗咖喱饭不见的同时圆满结束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我觉得每天来这边透透气会是一个必要的行程啊。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过了一半了，剩下7天倒数计时，耶、yeah!